因为比赛前几天就是状况都很不好，然后就是身体也很酸痛，就没想到说经过一个很重的训练，然后再留个几天去恢复之后，我比赛的时候就完全不酸，可以把表现很好的表现出来。而且就是因为就是高雄其实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会让我很容易亢奋的场地的，因为它的那个整个场地氛围还有它的跑道都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很亢奋的感觉。就我希望我可以好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对，不要受伤，不要生病，然后努力的去做训练，到全中运的时候就尽我所能去发挥就好了。台湾师范大学可以接受了，就是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抓比赛感觉嘛，然后第二点就是健康完赛就好，因为毕竟受伤完刚第一场比赛，所以能跑多少就跑多少，然后之后再回去跟教练讨论说这个强度，然后我们后续的训练安排到底该怎么做这样。两个多月没办法跑步吧，其实一开始真的是很难过，就是因为毕竟奥运也近了嘛，然后还又休了两三个月，其实自己心里其实一开始其实有一些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可是后来自己会去想说这段时间可以做好自己以前没办法做的事情，补足一些自己以前没办法去补足的一些能力这样子，所以心理调试会变成想说现在就是做我该做的，做我能做的，然后好好去迎接下一场比赛这样子。